大家好，我是 Wins， 这次来到 GIGA 与粉丝同乐会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就是我们玩英雄联盟，然后在 AIA， 然后 PK， 然后很特别不同的点是，有四位观众帮我们按 QWER 帮我们使用我们的技能，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与观众那种瞬间沟通、瞬间互动那种感觉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。非常开心，就是我们有人体验到GIGA它最新产品的，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部分，我觉得都表现得很棒。这一次来到 WirForce 呢，GIGA这边，我来体验 VR。在 GIGABYTE 的显示卡的高效能之下，画面相当的细腻，而且完全没有延迟的感觉，宛如你真的进到战场，在你的队友在你的旁边，你背后有人照，感觉真的是很爽啊。Challenge your limit, I win.挑战你的极限，我是蓝猫。Challenge your limit, I am Eggroo。谢谢大家继续长期支持GIGA，谢谢。